今天要去南投，然后我们现在中途停靠了这个东山服务区。我们今天准备要去日月潭的附近的一间可以带猫咪入住的民宿，去那里开箱。现在就准备出发喽。Close your eyes.Get some rest. I'm by your side. Lay your head on my chest. I know you've had a really bad day. But I'm right here. It's gonna.咖啡机跟两款茶包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。好，那洗手间呢是在木门往内推，那电灯在右手边。也要到母亲房间。哦，好，了解。你说他们会跑到楼上去？对对对，就一直不要让他们进，可以他们就忽略他们就好了。好，麻烦。超出几公斤啊，他们的背差很多欸。应该他那里有风，这里受伤了。去打架哦，有一只去散步了，还要喝水水，好方便哦，直接在这里喝水。
看牧民看到野猫就会这样。生气哦！你看你最可爱的牧民，它就会变这样，它去医院就会这样。牧民超讨厌猫的。因为他看到他，我生气啊，超气的，气爆了。他好像也在炸毛哎、欸，好蓬哇，好蓬，好炸哦，好炸、啊！他变一只松鼠了，一只碗，够胖了，一只碗熊，他也超胖。颗，好可怜啊，是颗，真的耶，好痒哦，牧民。你今天有没有开心啊，牧民？有吗？有下大雨。太晚出来吃饭了，所以很多餐厅都已经关了。这边这条路上很多餐厅都关了，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一家还有营业的。就老板人超好，还是跟我们说不用急，慢慢吃，超级好吃，推荐。你在看牧民吃饭饭啊？对啊。你整个这里都变好脏哦，关起来，很怕被亲，像个女孩子似的。先把脸藏起来。控制哎，这个好可爱哟、哦！现在啊，好清澈哦。
他现在休息了，累了哦。走，好可爱。文明的脚掌好可爱哦。狗跟人不会，他看到猫就会大爆炸，对，不一样。前面有两只狗狗，好可爱哦！嗨，我们来吃这个。你们在喝水水哦，好可爱哦！滚蛋！香哎，嗯，进去，强迫洗澡，天哪，看起来太厉害了吧，比母米还嫩，比母米还嫩，跟母米比是，母米差一样，嗯，好香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